吃的真腻。我穿着把那毛毡里人，我再把它裹到啊！我的意思是，给加钱了吧你？给加钱？有，不要烦心。到时候回头你有椅子就坐好就坐上了呀。这里面有个牙签托你自己拿。我住的，我住的那个直接纸包里面的。对的。底下，对，你的签子不能搞进去，你就自。